它可以让清寒子弟有机会接受优秀的华文教育，从而改变人生。我是朱金平，是 AutoCow 会计软件公司的创办人，也是董事长。我1988年毕业于新华中学，当年我家境比较清寒，父亲收入低而且不稳定，但是还是把我们四兄弟妹送进新华学习，感谢有申请到学校的助学金，我才能够顺利毕业，并且继续到台湾交通大学取得硕士学位。一直到现在，我依然很感激学校的助学金，所以我继续的反馈，希望有更多需要帮助的学弟学妹们能够受惠。新华中学的助学金是非常有意义的，它可以让清寒子弟有机会接受优秀的华文教育，从而改变人生。我本身就是最好的例子，所以我非常支持这个义卖娱乐室，也希望获得更多人的参与与支持。我是新华中学家教协会副主席陈义房，我在这里诚邀社会贤达支持519义卖娱乐室。我们除了需要大家的现款捐献，也需要各类物品的捐献，让义卖娱乐室更多元。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详情，可以直接联络李荣兴副校长，他会提供更多的信息给大家。谢谢。